真的不算我赔。放心，一会儿就让你父母担心。你瞎呀、啊？不会看路啊？不是啊，你也是瞎的吗？所以才会撞到我。走开，我们酒店不招待你。道歉。你让我跟他道歉，知不知道我是谁啊？你看人下菜胡作非为，在公司可是出了名的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不用来上班了。你们有什么权利开除我？我可是夏总亲聘的。夏总去世，现在他是夏氏集团的代理董事长。你没事吧？夏夏，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，自己就过来了？表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眼睛不方便，我特意过来给你过合同，走吧。你谁啊？国风夏老爷子遗嘱前来，现在是夏小姐的保镖兼助理，以后的合同我来负责。你算什么东西？啊！不能疼，我不吃东西，我不吃东西。好个女人，第一次见到我表哥，都只想把他给扑倒。你倒好，直接把他撂倒了。侄子，你这人好有意思。怎么还不睡啊？我护完肤就睡了。你一定很美吧？可惜我都看不见。你也很美啊。才没有呢，小时候啊，别人都叫我小黑妹。有我在，以后看谁敢欺负你。给你试试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我自己一直在用的韩系白嫩药。我小时候也很黑，就是靠它慢慢养白的。这么有用吗？当然啦，这款韩式白嫩药是主打美白淡斑，里面有烟酰胺和 VC， 都是王牌美白成分。这个给你，正好是我新开的。还是算了吧，反正我也看不见。当然有用，等你白成了一道光，别人就见不到你。真没想到，你对我表哥那么硬，对我却又这么感情啊！你真的好有意思啊！情人，真的是你？你说害了舅舅的凶手，用木瓷砸在了脖子上，我亲眼看到他脖子上有疤。你听我解释，不是这样的，滚！别难过了，你还有我，以后文件我帮你处理吧。我没想到他居然这么坏。我也没想到你可以这么蠢。以后夏氏就该叫梁氏了。恭喜啊，梁总。梁总，这我披的，好看吗？你装瞎骗我？那没有的，是真瞎。因为你陷害我们俩吵了一架，我撞墙上了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哎，我好了，能看见啊，还是多亏了你啊！你个死丫头，你竟敢耍我！梁总别怕，我来帮你。我可是在我表哥电脑里发现你们很多秘密。小夏总，我来帮你。你眼睛既然好了，我就该走了。姐姐，我需要你吗？大不了以后白天我做老板，你做助理，晚上回家你当老板。我给你做饭洗衣还不行？好不好嘛？我等会再来。好。